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人民大学国立专业学院。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我们学院的科研研究方向举办的一个公开课。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学院去整合自己的优秀的师资，然后面向社会去公开去做一些这个国际关系、中国政治，包括世界经济方面的培训。然后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做了十几年了，从2006年开始，目前培养了2000多名同学，各方各业的同学。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为去起到一些社会服务的功能。那么就是也是通过希望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的学术产品，来这个提高我们社会整体的对于国际关系问题、政治学、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和这个视野。那么所以我们关于我们这个研究班的话，就不这里不太多说，然后。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和我们宋老师去联系一下。当然，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研究班的部分。那么，我们的研究班大概每年差不多每年吧，会举办2到4场这样的公开课，然后面向社会，然后公开的可以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所以在座的呢，有的是我们研究班的同学，也有很多是我们社会各界关心国际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形势下。非常关心国际问题的社会各界的朋友，然后也欢迎大家来。那么这一次我们这公开课的这个主讲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金灿荣副院长。那金老师的介绍，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多说了，对吧？听说当年钱钟书的名片上只有3个字，就是钱钟书，就够了，不需要任何开头。我想我们这个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效果啊，但是还是要简单说一下，就是金老师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然后也是我们平时也会每年给我们研究班同学来上课然后金老师今天讲的主题其实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比较跟我们最近的情况比较贴切的，就是我们中国美国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急剧变化，会导致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会发生很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金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一个小时出头的一段讲座。然后那么也希望大家能抓住这个机会吧，认真这个聆听金老师的指导。那么剩下的时间就交给金老师，请大家掌声欢迎。谢谢刘总啊，他那个是我们现在国关学院的那个学习部主任同学，然后他带的团队啊，他也非常努力，也做得挺好的。那个我报的题目是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这个呢比较大一点，时间比较有限啊，讲不完，所以我准备来集中讲一讲中美关系，现在这个关系比较麻烦了。那个然后呢，我想后面我留个15分钟时间吧。然后大家别的问题互动一下好吗？那个中美关系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去年呢肯定是变差了一些，导致我们整个外交啊现在看来都是有压力挑战，是吧？原来我们外交挑战一直有，但是好像从去年开始啊就显得很麻烦一点。那个虽然新中国建立以来外交上坎坷各种事情很多啊，历史还大过仗，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外交啊它那个复杂性比以前高。毛主席那个时代啊我们没有外贸，对不对？外贸很少，也不出国，就是是吧？那个现在不是大家世界这么大，我要看看是吧？我们今年1.5亿多人吧出国，那个有的时候1.59亿人吧，粗算一点就是1.6亿人要出国，然后很多人有贸易，有利益在外面。所以现在我们的形势啊其实没有以前严峻，你想想以前朝鲜南越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挺严峻的啊，现在其实没有那么严峻，但是呢确实今天比那个时候复杂，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关系简单，大家都是在这里上班工作，然后跟外面的联系很少，现在就是顾忌比较多，知道吧？就是大家说这个叫什么？那个胆大的怕那个光邪的是吧？光邪的怕不要命的啊！就以前就是穷，没办法。那个，就以前军事上我们都是叫，就是敞开大门啊，让敌人进来，然后人民战争就没落了。
现在不能离开那儿了，家里有宝贝。以前他家里进来，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他想偷东西进来，气死了，还跑一趟，翻一本账回去。现在家里有好歹还有点宝贝，类似是一个基本情况。我们呢，现在发展了，然后呢，利益关系复杂了。这样的话呢，当外面呢开始对我们挑战的时候啊，我们应对的不行的。他不是说我们能力不行，能力比以前强。这是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的外交去年是有一些麻烦，但这个麻烦呢，说起来集中在美国的，是吧？那么中美关系呢，是我们应该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个关系呢，可能就是已经过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去年11月份啊，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家基辛格先生来了，那个基辛格先生应该讲是美国活着的啊最有战略视角的人，对我们中美关系也是贡献很大的，我们中国人很感谢他。然后他去年11月到这里来跟咱们那个原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和惠民大使去对谈，这对谈里面可以讲和谈判，跟我们中美关系你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你就走过去了，就是回来了，他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我是完全同意这个判断。中美关系呢，今年正好是建交40年，是吧？我们79年1月1号建交，今年正好是40年啊。那首先我们把那段历史呢做一个小结，这40年呢，我认为呢挺好的，中美关系很成功的。这40年那个中国发展的程度啊，79年最乐观的预期还要好，是不是？双方是事实上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际上面很多合作。利益中有我，中有你，所以中美关系整体来讲非常成功啊。那要是收益呢，大家都有收益。如果一定要我排呀、啊，我觉得美国收益比我排大。那个我们的收益是什么呢？如果中美建交，然后呢，别的国家也都发票来给我们建交了，然后市场就开放了。它市场一开放呢，咱们中国人比较能干，比较肯干啊，然后我们产品就出去了，对不对？我们就成了第一贸易大国。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概念的啊，咱们中国啊，在1978年就是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年啊，我们整个贸易额啊，如果人民币的话啊，只有383亿，今天是多少？今天300万亿，吓人吧？如果按美元折呢？它幅度没有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美元比现在值钱，我们当时官方定的，也没有黑市，你一去黑市给你抓起来了，就没有黑市啊，就是官方一块13，很值钱的，是吧？现在不怎么值钱，但是1块9毛钱，现在不怎么值钱，那个时候很值钱的，1块10毛钱。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那个是两和美元是200多亿啊，那个那么今天我们服务贸易，我们的那个叫64.6亿，服务贸易的价值5000万亿，对按照美元算260多倍啊，那么人民币计啊增长了900倍，很吓人啊，是吧？我们原来的市场还有其他市场，今天呢绝对第一名。所以这些数字是很实的数字，因为告诉大家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作假的，是吧？马克吐温，我特别喜欢的美国作家，他说人类啊有3件事不能信啊，第一是谎言，第二是邪恶的谎言，第三种是统计数字。邪恶的谎言还不告诉你啊，但是有些统计数字还告诉你，比如说外放就告诉你。为什么受不了假？这是两边记账，是吧？不是我给你加记，对方也记。于是这个是做不了假。那这个数字我刚才一定应该清楚，我们那个外贸总额的增长，就是不是几倍的增长，是几百倍，甚至接近千倍的增长，是吧？海外34到1亿，这个数字一摆就知道了，肯定是那个外贸方很大赢家。那个，然后，这个外贸的成功是我们那个改革开放成功。有没有这么大的外贸量？我们
这种市场现在一亿到两亿失业里面啊，那大的话对不对？那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啊，因为是没见到，所以是或者是为主体向我们开放，开放的结果呢，我们产品就出去了，然后呢，开放也非常成功，是吧？也带动了改革，所以中美建交都有好处，我们这一点要承认的。另外呢，中美建交对美国也有好处，而且我觉得好处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中美建交就导致什么？导致美国针对冷战的对手苏联呢，它有绝对的战略优势。哎，因为原来他们两个一对一较板的时候啊，还搞不清楚谁有优势，对不对？那个哎，但是中国跟美国一联手啊，苏联马上就腹背受敌，就是东西两面受敌。那个我们当时军队呢，有两个有现在强啊，我们军队数额很大，650万人，然后不怕死，拿着毛主席语录不怕死。记者员的，就是那个烟腿带挂，知道吧？对，现在就是他要正常还得打，他很厉害，可是架不住。我惦记你啊，随时要进攻啊，他也害怕呀，这就迫使苏联在整个冷战后期啊，是就是争到以后，整个冷战后期他要在我们那个东部，就是他的东部边界要部署125万层的军。那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很好的专家叫伊普拉斯拉，他的单位叫Peterson Institute f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我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美国第一人，他就算了，他说我们中国因为给我们方法吓唬苏联，就迫使苏联来部署大量的很先进的装备重装备，然后125万人加上一些边防军，这样呢实际上就消耗了苏联财政，他认为财政上啊，苏联在这里花的钱，就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去算，每年2000亿美元。这个还是这个玩意儿，它不赚钱的，它是净花，这个长期还是很大的财政压力，对不对？另外就是心理压力，对吧？你想，腹背受敌，心理压力就导致苏联的核政策失衡，最后中美联手活活把苏联给吓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哎，我们就刚才赢得了冷战。如果你们反过来想，如果中国跟苏联关系特别好，中国是650万人都在北京部署，天天往朝鲜半岛走，他是印度走，他就吓死了。这事情可以这个换位思考啊，那个这很诚实的讲啊，可以这么说，中国帮美国赢得冷战，对不对？其实美国赚的挺大的，相当于你帮我赚了100万，我想办法给你弄个局长、厅局一样，做水饺。我其实你赚了，是不是？大家赚了，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不否认我们赚了，对吧？所以我们这40年中美关系，我们挺肯定的。但现在美国有个心理，就是说，用中国良心，但是我帮你发财了，崛起了，你现在挑战我，你这个家伙没良心。这是现在美国非常普遍的心理，是吧？用中国崛起，对不对？你改革开放成功靠我啊！哎，家伙，现在出出那个挑战我，这些呢，美国很普遍的积极性。哎，但是反正我是去了跟他们吵架了，就也挺讨厌我。然后还有很多美国的那个北京党开始骂我。因为我讲的是事实，就是这个交往啊，谁也没有谁亏，对不对？那算西藏肯定也有关系。我帮你弄成了唯一超级大国，对不对？我帮你上位升军级干部，对不对？我可以100来赚了100万，你说谁合算？而且这么讲吧，就是因为美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开放，对全世界开放呢，那发展国家理论上都应该崛起吧？过去40年就是我们崛起，对不对？你说是啊，优秀教师教学标准。全班100个人，他就俩学霸，98个学渣。你说你是好老师吗？对，因为这穷国家多啊，非洲54个兄弟，阿拉伯22个，南太16个，那个
拉美同胞兄弟33个，对不对？这个包括那个南亚、东南亚、中亚，这个国家，但是也真正的发达国家叫什么呢？叫 OECD 国家，大家知道有这个组织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经合组织30几个，这个是被认为叫发达国家具有物质文明。还有几个兄弟呢，我跟你讲，这个水平，中国水平到我还没进啊，那很肯定的讲，全世界啊，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就是30几家。那么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160几十家都是穷兄弟啊，对不对？大家都生活在美国这个体制下面，都没有觉醒啊。美国肯定不是保本啊，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全班100个学生就2个学霸，98个学渣，好点的还好意思，我是优秀教师，还要去竞聘那个10大标兵，他们就脸皮有厚嘞。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始终还是靠自己，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我交代这一段，因为确实是那个美国的很细腻的，他有一种，你说有点头晕晕了，你这么好，你没良心，说我没良心。但是按我算的大账呢，就是扯平的，知道吧？就是先第一点扯平，我帮你上位，对不对？那个才有这个很大或吃香的喝辣。另外要附带讲啊，就中美关系14年啊，这个应该对我们的地区也很好。这个我认为啊，没有中美和解，就没有施展我们的经济来说。为什么呢？道理在这儿，就中美两个国家都超大型国家，我们要关系不好啊，从政治上，朝鲜南越南上就增长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美国非常强大，特别是朝鲜南越，就是说。哎呀，那美国绝对是大家公认的江湖第一高手，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接近世界的一半，金融力量啊，黄金80多是他们家的。然后那个军事力量，它是2洋作战，对不对？而且呢，当时核武器就是他用过，就他拥有13个核武器，因为苏联那个核武器是从美国偷的，就是俄罗斯保护过或者被判刑的。苏联偷的是吧？那么他是1949年偷了以后1949年炸了，但是列装说明要保护，明显他没有够气来，是吧？所以当时美国是垄断够气来，对吧？哎，但是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美国那个时候很强大，就是盟友体系也很牢固，对吧？韩国啊、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就是他自己很强大，盟友也很。但是要把中国惹火了，战争就爆发。你们想想什么道理？后来越南也是这样，那个他进入越南，我们又去跟他打。那个，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实。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中美关系不好啊，美国再强大，他的联盟体系再牢固，最终是有战争的。把中国隔着以后是有战争的。但是呢，如果中美关系和好，那战争的 origin 战争的根源就没有了，对不对？大家想想，这两个道理不一样啊。就是美国把日本拉拢了，然后拉着日本跟我们打，它有一点胜算，它胜算大一点。但是战争的根源还在吧？对不对？只要中国火大了，就有战争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中国脾气特别好，跟美国和解了，战争的根源就没有了。想想这两个东西价值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对中美关系，它这个好了以后啊，这个确实对美国好，对我们好。然后呢，就是地区也好，为什么？战争的根源没有，没了以后，国际资本就会过来，对不对？然后这里思想能够起来了，这思想能怎么才会起来啊？前提就是中美和解嘛。哎，以后你们接触到思想，你们查一查，会发现，就是70年代以前，就50、60年代。那生活穷得像个鬼似的，知道吗？很惨的。他真繁荣起来，70年代，知道吧？那个马大他就开始躲起来，就开始看不起我们，我们茶叶蛋都吃不起。哈哈哈哈哈！好傻，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一块。那个，好，回到我们话题啊，我们是这样的啊，因为讲这一段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中美友好。
矛盾嘛，他就有时候会整体否定中立，这个没必要。这个就是成熟，我们叫地球主义啊。哎，虽然我们现在开始吵架，但是我还得承认过去是什么样，中国关系非常好，非常成功啊，跟我们预期成功，对美国好，我们彻底存在，哎，对我们也挺好，成功啊，然后呢，跟整个地区也很好，因为这个地区战争的阴影没有，对不对？可以用的话来，哎，整个地区确实就发展起来了，是吧？但是呢，我讲完这一段比较好的历史回顾以后，我们才能面对现实。现实的就是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困难时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哎，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外交的一个难点。那个，中国关系开始变差有几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美国把我们的定位变了。美国很长时间呢，给我们的定位是有缺点的伙伴。美国对我们很不满啊，人员什么国有企业啊，反正对很多不满。但是他的定位的伙伴，他的对吧？但是呢，从2017年开始，他把我们的定位啊，定位成了战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有时候呢。还有 strategic adversary， 就是不管用哪个词都是比较负面的。因为2017年12月1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了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英文叫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这4年1度的啊，这个报告就很负面。这个报告呢，就首先就调整了美国整个国家战略。他说现在美国国家的安全威胁呢，第一威胁啊不是一个恐怖主义，他有一段时间呢是把恐怖主义放在前面，对吧？那个后来再讲一个观点啊，就是其实美国人呢想整我们呢，是他一点都有这个想法。你们你看大部分都很小啊，你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应该知道，2001年的一个小布什上台，上来就说了，说中美关系啊不是战略合作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那个，因为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就在北京的时候，跟中国签了一个东西，叫《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克林顿当时，就是克林顿上来跟他打过一段时间，后来打了打了，哎，我们关系好了，好了以后就确定啊，中美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小布什上来以后呢，就把前任都否定了。小布什当时的政策叫 ABC 政策，叫 Anything but Clinton， 是吧？就是否定克林顿。好，然后呢，其中就否定那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啊。那中美关系不是像克林顿讲的战略伙伴，是什么？strategic competitor， 战略竞争者。然后宣称要 We will protect 台湾啊，whatever we can 啊，就是我们用所有手段保护台湾。所以他上来不久，中美关系不好的，不好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悲剧就是王伟一个撞击事件，是吧？4月1号，2001啊，撞击，是吧？一个他当时定位不好，撞击，所以中美关系在那个2001年的上半年是非常的好。那个，然后那个时候美国就有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就是策划要把那个战略部队调回来，哎，后来就本拉登就帮忙了。是吧？他的主力部队，因为我们的村繁荣嘛，所谓那个围剿就是知道，主力部队回来，就后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蒙面大侠，七月八号就把世界给搞成了，就跟我们帮了一下啊，是吧？他因为那个在打我们的，我们又很帮忙，那个911炸，2个小时，我们那个江主席。打电话表示安慰啊，兄弟通话啊，表态不错。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找我们合作，这样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次危险就过去了，对吧？那么但是到了2010啊，其实美国那时候又想中这个呢，如果关心国际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2010年7月23号。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越南河内参加1年1度的会议，叫 ASEAN Regional Forum， 英文缩写叫 ARF， 就是东盟地区论坛。时间是2010年7月23号，地点在河内，会议叫
中共地区论坛，在这个会议上啊，希拉里是明确的宣布我们的美国的军事战略改了，改什么呢？叫康明外国地区，叫回归亚洲。这个其实是美国建国以来呀、啊，这个第一次全球战略，因为那个美国是欧洲移民国家，所以喜欢欧洲嘛，另外就是欧洲力量很大，所以他从1789年建国，然后一直到2010年调整政策，他的全球战略始终是欧洲和那个大西洋的，但是2010年他把他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到了亚洲，从大西洋移到了太平洋，这个其实是那个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略调整。然后呢，战略调整有一个动作啊，那个首先就是他特朗普宣布到2020年之前，他要把那个60%的海军军呢部署到我们西太平洋，部署到中国作战。这个动作就是他冷战的时候对付苏联，冷战的时候他对付苏联是60%的海空军在北大西洋，就苏联旁边，然后20%保护苏联，剩下的20%战略机动，是吧？就是指冷战时候军事部署。他现在就是60%对付我们了，还有20%保卫本土，其他20%就是整那个苏联和伊朗去。很多网民不太理解，怎么那个说美国军舰跑到我们旁边，我们中国挺客气的，就是警告警告。不像俄罗斯，对不对？俄罗斯经常弄个飞机，一那个军舰骑五条吓唬他。啊，伊朗也挺凶的，他一小艘货船，他围着那个美国的大舰，对不对？他其实后面有个战略的原因，就是说美国现在的主力部队在我们的，知道吧？他那边就是一些那个军分区的部队。喜欢看日，看日剧的同学就知道，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他的八路军主力团在我这儿，俄罗斯旁边是宪大队，伊朗旁边是区小队，客观上讲，他们压力小，我们压力大，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得慎重一点。他们还有一点就我们比较好，他们都是后发的人的。啊，这个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就是。2010年，美国又想送我了，是吧？2001年整他，被这个本拉登搅局了嘛。2010年又想整他，然后呢，就来了这么一个战略调整，对不对？战略调整完以后就有动作了，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军事威慑，把60%的海空军过来，还有就搞一个东西叫 TPP， 叫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这个就是想搞一个贸易圈，然后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吧？第三个呢，它叫什么？叫 SMART 方式。叫聪明外交，聪明外交，这个傅台讲啊，他一提聪明外交啊，前任政府啊，小布什就很生气，他说你是不是暗示我是死吗？你说实话，他肯定有笑话，这是笑话啊。这个其实这个 smart 也不是 smart 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的矛盾，是吧？于是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2010年之前呢，中国呢在黄海、东海、南海都是有一些那个海上的纠纷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写一个解决办法叫核实争议共同开发，这其实是周总理最早提的。后来小平同志把它系统化，也基本上我们都算在小平身上啊。其实最早的 idea 那个原创应该是周总理。好，反正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说有争议我承认，但是我先核实。一些好好发展再做，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一种处理危机，以争议为办法。人类啊，就欧洲人处理争议主要四个办法：第一就是打仗，把谁赢了归谁，这最简单。古代人类就会。第二呢，就叫和谈，就是谈判，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仲裁。因为他们有精神领袖，就是那个教皇，经常找教皇仲裁。大家知道那个国际日期变更线怎么来的？就是当时两大海洋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全球 PK 嘛，经常发生一个海军摩擦。最后呢，他们说干脆别打了，找我们那个精神入侵啊，裁决一下算了。然后叫他说，那你别打了，就是你这个划界啊，这边对葡萄牙，这边西班牙。这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常用的三种办法：打仗、谈判、仲裁。中国人呢？也打过仗，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打过仗，是吧？为了边界，这种我们谈判也非常多。美国那个
解决边境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谈判，而且按照他的说法，其实我们老总这个绝大部分谈判不是老总，让我非常多。这个但是呢，中国两个用户的话，打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就仲裁，是吧？以前没有，我们没有这种西方的这种接受什么教宗啊，教宗说我们中国也不认识，就认识玉皇大帝，这跟教宗中国有什么关系？是吧？所以呢，就是仲裁那种我还真没有用过，但是中国人给那个国际纠纷解决提供了很独特的方法，就是和自身一方的对吧？现在相当于什么呢？你不解决，你有病了是吧？我不开刀，我中医保守疗法，或者就是像那个叫做化疗，就你有个癌症的吧，那个我用，你以前化疗就是杀伤面嘛，现在化疗技术也有精确化疗，损伤较小，所以现在新化疗效果比较好。我觉得格致中医不能开了，就相当于这个，就是一种保守疗法。就不开刀，但是我通过什么办法让那个癌细胞就是在那个地方停了，这样你还是像正常来就带着癌细胞生存，这是很独特的一种思维方法。西方人没有这个东西，西方人说什么你通过不解决问题来解决问题，这可是实际上是不解决问题啊，但是短期讲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不对？这是他们很难理解，怎么这么解决？这还就是东方之辈，这是周总给提的。后来呢，小平就运用了很多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小平的思想啊。其实就原创来讲是周总给的。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在我们真是管用的。所以很长时间呢，黄海、东海、南海都有矛盾，但是矛盾不多。那是不是2010年之后，随着那个美国和贝亚多这些上海都是这样的？韩国又跑到那个苏岩礁，就黄海中间那个地方，他们搞一个70米的建筑，是不是？然后日本就把那个药引导给国有化，那个然后菲律宾呢，一个是也是开始那个搞一些岛上建设，还有就是把我们告到那个叫什么日内瓦国际仲裁庭去了，对不对？弄得我们很难受。我们一个很好的公民，天天那个不惹事儿，突然收到一个传票，我以为是电视诈骗，看真的啊，这弄得我有点火大，对不对 ？OK， 这个是有好的事情。我还是坐下来讲吧，我都没讲完。那个总之就是2010年呢。那个希拉里女士提了这个回归亚洲以后呢，美国战略中心就往我们这边移啊，移了以后就有突破，是吧？军事上60%海空军，经济上搞 TPP， 搞一个排五的小圈子，是吧？另外外交上就是搞这个 SMART 的方式 ，SMART 的方式就是调兵舰，就让中国周边山海就出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因特网。就是在网络上不断，就是让那个马东啊，那个江湖上流啊，台湾特务啊，就是做水军嘛，八面上，对不对？就是网上那个很多帖子，绝对就是废帖，是吧？后面就是那个，当然就是跟前面那个天天发帖子，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一把手，那个老陈的网民啊，在后面其实就是有。华人工那个营运分子占部江湖党的分子，然后那个台湾军情的分子非常多在后面，再后面当然大部分就是 CIA 的人了，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网上那个舆论呢，那个实际上是很反动的，那个年小不知道那个大的，有事一出一直到习主席执政那个。其实网络啊是共产党的沦陷区啊，知道吧？谁讲共产党好啊，就把砖给拍死了，基本上就是这情况啊。这就是2010年的情况啊。我讲这一段是告诉大家，就是美国这种态度变化，去年变得很差，实
际上它不是没历史前途，它有玩过。零一年就拿中对荷兰东交，一零年又想荷兰，这次呢又是阿拉伯兄弟帮忙。为什么呢？一零年十二月十七号，那个突尼斯有一个小贩，那个24岁，大学毕业，然后是桑德台的父亲，这个家伙厉害啊！24岁就大学毕业，然后吃了三个台，早顿的。然后没有工作，然后他干一个什么事呢？干一个假花，是长的，那个工作上说我爸是一张，是吧？那是你不解决是吧？这才长大是一傻子，最后被人欺负的。这个爸跟他走了知道吗？是不是？没办法了。对，但凡资源丰富啊。无论是家庭还是民族，其实都是解决的玩意。那么我跑的国家算比较多的啊，非洲、中东、南亚、拉美我都去过，东南亚，很多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最多都是这个问题：现有资源陷阱，遭到了资源不够，整个国家都依赖很少的几个产业，很脆弱，非常脆弱啊。那么俄罗斯呢，是个最新的案例，它就是掉到资源陷阱。你就看我刚才讲那个数字，2015年81出口，靠那个靠石油，51%的财政靠石油，这个太畸形，是这样。所以俄罗斯是一个最新的案例，掉到资源陷阱里面去。而且坦率讲啊，我去俄罗斯，那个我其实觉得挺惋惜的，是吧？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丰富，跟你说，人力资源其实也很高，俄国的高等教育人口超过美国。就是每一万人占大学生的比例是比美国高，是吧？其实去俄罗斯知道，我看原来这另外一个很大，像我们的英俊呐、啊，那个真的，它不光是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很好，做的也很好，天生就是长得也很帅。然后呢，你说俄国人搞科技、搞艺术，俄罗斯艺术家绝对棒，对不对？挺冒的。那个体育也很棒吧，军事也很棒，就这个民族啊，其实非常可惜，知道吧？大家也有些国家你去，我说他掉了资源，我觉得那都活该，他们应该掉，那又丑又不又坏，那个他们应该掉。那个要是海南两个问题掉进去，非常非常可惜，但是。可惜不可惜，反正他掉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呢，2015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还公开的讲说，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是吧？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长期来讲，俄国经济真是没有钱。这个好，然后呢，这是美国人的判断啊，而且就是在他那个文件里面都有的。他说现在。大核心的利益，俄罗斯两个国家，俄罗斯中国，未来俄罗斯不行了，就是这一个，就是中国，于是就麻烦了，是吧？而且不是一份文件，然后在2018年1月19号有一个叫 Defense Strategy， 叫国防那个战略报告，一模一样的这个啊。2018年2月4号 Nuclear Post Review， 核态势评估报告，也就是核战略报告。三份报，这三份报都是很重要的，是吧？代表这个精英层的，代表我们的前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战略报告，三份报告结论一样，中国是主要的竞争者。这就是中美关系变差的第一个证据，它把我们的定位改了。第二个证据呢，就是美国中东好嘛，对不对？就是以3月22号，去年3月22号，特朗普总统发了一个总统令。这个总统有提过的，这个题目就是很那个负面的，什么叫反对中国经济侵略与贸易歧视政策备忘录？后来那个发表以后，记者问那个白宫发言人说，中国对我们经济侵略是指什么东西啊？后来发言人说，他们去问总统吧，我也搞不懂。有时候我们说他经济侵略，怎么这么夸张？说我们有点贸易歧视啊，说我们经济侵略，你跟他们就不要选择。
这就是中美开始有华谈判的起点，时间点是去年3月12号，那个，然后呢，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贸易摩擦就开始，是吧？但是我认为啊，去年，美国跟我们打的这个打法呢是一个组合拳，就是它是以贸易摩擦为切入点，但实际上包括别的内容啊，那个，就很快呢，它也延伸到那个科技战上去，这是4月16号。他就整我们中兴，此后呢就开始整华为，整那个福建那个晋华，整海康威视，就是整一些我们龙头企业，对吧？这个就是科技战。那么当然现在有点慌了，他上个礼拜一就宣布在这个科技和经济领域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整我们华为。就现在美国人有点糊涂了，至于吗？这个超级大国贼公司，对不对？这有必要吗？是吧？当然这也是华为的荣耀啊。真把美国吓得有点神经病。但从正常人角度来讲，这有点过分，对不对？为了一个贼公司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挺奇怪的一种打法，是吧？那个，但是他就做了。这个打法就叫科技战，等于去年那个最明显的是，就明显是那个贸易战，对吧？现在科技战就由暗变明了。上个礼拜是华为，后不是也是零战，对吧？那么除了那个贸易战、科技战，它其实还有金融战，就是它那个在政府要求之下，美国的这个富国银行、花旗银行啪切断了华为全部的经济联系，啊，然后在美国要求。英国的渣打会切断了华为全部经济联系，这个应该算金融战，是吧？就是小事扭到了金融，它不是全部在全面扭到没有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就是舆论战，就是他不断的通过这个网上啊造谣这个现在，那个另外呢就是这个人权问题吧，是吧？就是比如说我们新疆把这些人搞出去搞那个。教育技能培训，他说是集中营，去年就是炒得很厉害的情况。然后呢，就是台湾问题，那个南海问题，对吧？我认为去年这个大概是这样，它是以贸易为切入点，然后引发别的这个摩擦，所以是个组合拳。所以这个是中美关系变差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它已经打上门了，对吧？它不是说单了，这是美国跟欧洲不同的地方。欧洲啊是一个破落贵族。喜欢那个坐而论道，他往骂你，那这家伙没出息啊，怎么样？骂你，他不动手，不动就给你想打个傻孩子，过来走啊，回去了。美国不是美国，真动手啊，毕竟坏。这个，对，这是基本情况，就是第一，他把你丢了一遍了，第二，真动手啊，是吧？还是动手挺多的。第三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在美国。政府内部啊，就少数人啊，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很重。哎，他包括这个贸易谈判都是面上的，不是说你多买一点东西，你市场开放，然后赚钱，不是，根本上就不让你发展。这群人呢，在西方媒体里面叫做 deep state，deep state 啊，那个直接翻译叫深层国家，但那个翻译不好，我个人想把它翻译成幕后政府，我觉得更准确一点。那这群人代表的就是副总统 Michael Pence， 不太讲。现在美国这个建设呢很郁闷嘛，被两个那个看不懂的人整个死去活来的，所以他们挺郁闷。他们说现在美国是两个卡通人物在管理啊，一个那个总统叫 Donald 是吧，好像，然后那个副总叫 Mickey 是吧，那个 Donald 叫 Mickey 在管理，这他们心里也挺。啊，国家不是他的。这个但是我们观察，其实 Michael Pence 比特朗普高。他去年10月3号吧，在哈德逊研究所那个讲话被西方媒体叫做“新冷战宣言”，啊，对中国是全面的那个攻击啊，非常热烈的。然后其他方面还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后面的竞争也叫做史蒂芬·盖农，然后前台还有大瓦罗啊、博尔顿。这个人呢人不多，但是都身居高位，
能量种吧，哎，所以叫西方美女吧，叫 Deep State。这帮老兄啊，我觉得他们想把中美关系推向全面的现代，他们真的想这样，推向全面现代，甚至不排除他们会在东海、南海、台海制造局部热战，所以他们是挺危险的。这是中美关系就变差，而且是越过了十字路口的三大阵地，对吧？第一，它把你定位彻底变了，这只有空天文件放下来，是吧？就用过来，第二就是政八年动手了。第三呢，就是他的决策层就是一群人，哎，他们的攻击是非常恶劣。这个三个证据放在那里，再说中美关系还像以前好，那就是否认事实了，对吧？对对。好，现在是一个基本判断，中美关系过去很好，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翻过一页了。哎，证据这三点了。那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变？那我想呢，有两方面原因，有美国原因，有中国原因。首先讲中国原因，中国原因呢，就是咱们崛起了。这个按照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导，我们按照拨款的评价，2014年我们就超过它，2018年是它120。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其实可以看这个中央情报局一个每年都发表的一个报告，叫 World Fact Book 世界概况报告。这个你们其实很好找，都是公开的。我们世行的网站是可以上的，就是 World Bank 的网站可以上。World Bank 的网站里面有一个栏目叫 Document and File， 就是那个文件与这个档案，然后你就去查，那个里面可以找到这本书 World Fact Book， 每年都有。这个报告呢，对中国的判断是，它肯定有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有点高估了。然后这个报告呢，前面都有这个像序言的啊，我的感觉啊，这个序言都是当时的那个，谢谢，当时的中情报告，谢谢。哎，我不过我很喜欢，很热闹。这个序言都是时任的中情局局长写的，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评价极高。如果把名字给他瞒住、按住他，他会在《人民日报》上问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那就是厉害到我的国的美国吧？大家有兴趣就去看看，就是这是公开的，每年每年都有，它是很一贯的，它不是修改，它是很一贯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评价很厉害，哎，很有压力。实质 GDP 2014年超过美国，2018年是在120，然后制造业 manufacturing GDP 就是制造业的这个增长值是2010年超过美国，去年是美国的170%，这是很厉害的。美国这个国家呢，是在1894年的 GDP 跑到世界第一了，就是咱们中国甲午啊被日本碰揍那一年，它碰到世界第一了。混到第一呢，他就开始整老二，而且他整的第一个老二就是他刚刚超过了国家英国。英国大家从历史上也知道，英国是美国的爹啊，是不是？比如说英国独立了吧，这下会又亲不认啊，亲爹都整啊。所以你要想象美国很慈悲，你就是太愚蠢了，是吧？亲爹都整的，怎么会这种客气呢？1894年 GDP 超过英国，1895年他人为的制造了美日对抗威胁，然后逼迫啊，谢谢，然后逼迫那个什么，美国英国啊签署一个条约，全面废除南越。OK， 这是他整个第一个老二，然后就整个德国，然后苏联，然后日本，然后是欧盟，所以就老大防范老二是正常心理啊，然后美国呢？是老大当中例外，他对老二的防范心理比任何国家都重，都比以前老二重。你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因为美国战略警惕性很高，可以这么说，是吧？那我是喜欢把它叫美国是整老二专业户，因为前面整了五个老二，所以第六个他不会放过我们，知道吧？但是请注意啊，我跟前面五个老二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男人感觉心理，因为他们这帮老兄啊。没有一个国家制造业增长是超过美国，哎，中国超过了。这个我个人呢，现在越来越像工业了。虽然我学文科的，但是我是越来越年纪大的保守的，还是回归那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啊。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经济幸福的一个产物。
然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近代历史上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工业能力决定国家力。欧洲为什么崛起？横霸天下，因为欧洲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什么叫现代工业？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制造业，用英文讲叫 machine-based manufacturing。就是欧洲原来它其实是行的，你们应该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世界史的知识，对吧？这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那个欧洲的实现地理大发现啊，就是中间超过1000年多一点。西罗马帝国灭亡是5世纪中嘛，地理大发现是15世纪末，中间1000年，对吧？这1000年呢，欧洲的财富积累还有战争能力都不如我们，没有我们经济上。军事上的打不赢我们，是吧？基本上是我们揍他，他揍不赢我们，是吧？那个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打过他，他呢搞过十字军东征，但十字军东征从纯军事角度来讲是失败的，所以这是基本史实啊。长达1000年，经济上不如我们，军事上不如我们，哎，近代起来了，起来还是生产力进步，就是他率先掌握了现代制造业。就是率先掌握了大机器生产，一旦有大机器生产，它的经济效率就比你手工劳动不知道高多少倍。一旦有大机器生产，它能够造现代兵器了，歼传一条机关枪，他拿个大炮和机关枪到我们东方打你那个长矛大刀，那不叫战争，那叫单方面屠杀，是不是？话你说我是一生十来万武器都会死的话，练的马是大汉。你在练的时候，练一炮给炸死了。我躲过了大炮，哇，这个喝着酒往前冲，500米以外，机关枪就烧死了，没有用的嘛。这个，这就是近代史的，你理解它的核心啊，理解近代史核心就是文化知识。因为近代史是人类从前现代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掌握现代制造业，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你的经济效率、军事效率就上去，你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有现代制造业，谁能够立于现代民族之林。你没有现代制造业，人再多、钱再多，被人家打、被人家欺负。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日本本土人口6000万，咱们国家1亿人，8比1打不赢人家，就是一半不如。现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很有钱，被号称狗大户，对不对？那没有工业能力啊，都打不赢以色列。600万犹太人啊，欺负将近1亿阿拉伯人，身体反串的上随便说，可怜吧？那个以色列他现在的居民是800万，在里面呢有接近200万的阿拉伯人是没有完全公民权的，知道吧？因为以后你们去以色列。是不是讲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现在这个好牛逼，他是用围墙围起来的，那很惨的。就是以色列的内部的公民，巴勒斯坦裔的公民是不能参军的，知道吧？不能拿枪的，然后也不能拥有土地权的，他是二等公民。真正的一等公民就是犹太。所以实际上就是中东地区现在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600万犹太随便欺负了5亿阿拉伯人，是吧？一生气就踹了呀，就没有后果的踹了。其实后面的逻辑就是，他是掌握了高端工业，你们知道家伙不是游牧啊，一天起床5次，也不知道为什么起到。然后你觉得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啊，明天在哪他也不知道。现实就这样，随便起床。这个对，是这样，就是理解西方。崛起理解今天西方有三类的工业工业化。日本为什么崛起啊？日本通过学习啊，他也掌握了现代工业。今天咱们为什么崛起啊？今天我们也掌握了现代工业，是吧？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啊，全球200多国家真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的不超过20个国家，很残酷。这个事实很重要，但是很残酷，不超过20个国家能够熟练的掌握现代制造业。中国是其中。但是中国跟不同在哪？我们是快通最大的一个。英国工业化1000万人，美国工业化1亿人，今天咱们14亿人。
对不对？不但讲啊，我现在到处强调，我们讲中国必须讲十四亿多人，否则严重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是不是很多人还在说十三亿人呢、啊？十三亿有什么毛病呢？就是把台湾同胞不认人家中国人，港澳同胞不认，海外华人华侨不认。哎，因为去年底吧，咱们这个统计局的数字是大陆人口13.95亿人，对不对？香港800多万，澳门60几万，加起来900万啊。所以港澳加起来14.04，对不对？然后不是还有台湾同胞嘛，就14.3亿嘛。然后呢，8000万华人海外有2000万是华侨啊，人家还是咱们护照呢，法律上是我们人呐、啊，那得不认我们的，对不对？是不是14.5亿人？要说13亿多人，你就是台独分子啊。是不是这个道理？绝不能说了啊，绝对不能说是三亿多人，否则你就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台独分子，对不对？又是14亿多人啊，我们14.5亿人，工业化这太牛了，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工业化。我告诉大家，中国一家工业化就超过此前所有的工业化人口，是吧？我们一般讲发达国家是不是？你们一想，发达国家是不是三家？美国、欧洲、日本，对吧？再加上几个小推广、小跟班吧，对不对？这帮我们全部加起来就11多亿人啊！你们算一下，日本是1.26亿啊，然后美国是公民是3.1亿。美国的严格讲，公民就是3.1亿，然后还有1500万叫非法移民，然后还有500万就找留学生啊什么的，有商人啊，有常住的几百万，所以就住在美国3.3亿，但是严格讲的公民就3.1亿，美国3.1亿，日本是1.26亿，欧盟就5亿多一点，这还是包括英国的欧盟，英国老说脱，老脱，他要到10月1号才脱。最近法国外长啊，他们家的猫叫做脱。为什么呢？他说我每次回家，那个小猫就闹着要出门，我把门开了，它又不走。每天都这样，叫脱。现在包括英国的那种5亿多一点，所以你们数学好，你们算一下。5亿多一点，1.26，加那个3.1，是不是9.5亿？这有点宽的算法，9.5亿。然后呢，加拿大3000万，澳大利亚这个2000万、5000万，还正好一股，就马上就10个亿了，对不对？然后呢，新西兰400万，以色列犹太兄弟600万，1000万。这个可能在啊、喜欢西方的再凑进去。几千万吧，人家就不忍单说了，但是反正他有的喜欢他，不要跟你说。总之呢，就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在中国工业化以前呢、啊，把这个所谓的工业化人口全部加起来不止10亿多人，全球77亿人，他们的1/7。然后呢，他们这个工业化其实是那个代价很大，他们是不是那个搞了一个殖民体系？就是在建立殖民体系的过程当中，南北美洲印第安人死了不少啊，数据当然是有争议的，一般来讲大家说死了几千万人，印第安人，对吧？在英美的法律里面，印第安人不是人呐、啊，因为什么呢？当时英美法律，美洲大陆叫无主土地，那你说在那做从中国过去的10000多亿啊，他说无主土地，无主土地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对不对？法律上就没认人家是人，把人家给消灭了。然后呢，非洲兄弟是不是除了埃塞俄比亚全给殖民了？殖民以后呢，他们把那个非洲兄弟运出去一半，1.7亿人在途中死了吧，是吧？很残酷的过程。然后呢，打人家不过瘾，自己打，帝国主义战争是吧？德法战争、英法战争、一战、二战啊，一战7000万，二战2亿。其实他们这个崛起过程很残酷，首先时间很长，我就感觉好死很多人吧。你想想，是不是有点不够的？花这么大的功夫，才1/7的工业化，咱们中国一家伙5/1工业化，
是4.5亿吗？而且我们挺道德的，我们谁有不打，我们没杀外国人啊，就是他们打我们反抗啊，这个我们就是自己发展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新中国建立，我真没有钱，就是都是边境保卫战，我没有钱的，对不对？62年揍印度啊，倒是进入人家国境了，但是又回来了，就回来还往后又退了20公里，他是人类战争史上没有奇怪的事情。那个，然后那个越南是吧？我们不是也攻进去了吗？攻进去很快就回来了，中国是很例外的国家。很歧视的跟自己力量，那个打的都是边境的，都是防卫性质的，所以我们真是不欺负人的。这副代想，我们崛起也欺负人，就欺负我们自己，是不是？特别是欺负农民，农民最可怜，农民还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是吧？我们的农业积累啊，其实都是靠剪刀杀出农民的人啊，欺负还是欺负了啊，但是要欺负自己。从道德上讲啊，我们其实挺道理。这个，我们中国崛起的诀窍呢，也是现在美国人恐惧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从来不直接威胁美国。这个不像那个早期英国人打他，法国人打他，就美国刚成立的时候也被打过，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包括英国的小崔人、加拿大人都打过他，这是事实。然后后来他去争夺海外那个霸权，他也跟那个日本。冷战成为苏联交换，其实他面临过外来威胁。他以前呢是这样，就是美国呢因为偏西倾向，然后你外来威胁，他们就团结，团结的结果他发展更好。哎，一个苏联老说，我有核武器吓唬你，比如说我造更多的核武器，他就不怕。中国的威胁，他现在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应对。中国呢特点什么呢？从不直接威胁，就我观察到，没有一个中国人要打美国，就是都想跟他和好。真的没有，然后中国领导人每一次去美国都是带大礼包的，从来不空手去，每次都是几百亿美元，是吧？然后美国骂我们，基本上就正面回答，不是骂我们，我们回来都怀疑说，这样骂的没有意思。每次都是这样，我们怎么威胁美国呢？就是我是每天比你多工加班2个小时。然后呢，我的收入只有你1/5或者1/3，是吧？干的比你多，拿的比你少，拿那么一点钱嘛，还存钱，是不是？存了以后呢，以后是什么吸毒啊、打麻将啊，把搞中国制造2025，这个他吓死了。因为是从根底上，在国力上操盘，这个很吓人的。就他现在提了，提了就没章法，没章法就得耍流氓，抓过来之后就是耍流氓，耍流氓多少年，这不体面的这个事儿。那个包括啊，国家力量打这个俄罗斯、华为，我觉得都属于不体面、没章法。那个，然后呢，贸易谈判他就提了很多，就是涉及中国内政的东西。他现在就是要求，说你得保护劳工权利啊，什么保护呢？就不许加班，我下班不就得加班？另外呢，要保护消费者权利啊，是赚点钱就得花，不能赚钱。然后呢，那个然后就是说你也不能搞那个中国制造二条，但是在中国呢，是我们家的生意管理管，对，你是过分了嘛，对不对？这就是现在美国遇到的真麻烦，在他的眼里，中国真的崛起了，是吧？就国家工业化，那就是少数能够工业化国家当中排头最大，规模已经超过他，制造业，我们已经是2010年超过他，去年是他170。那个，然后发工业化的样子，2010年超过它，比去年也是它那个这个1.7。我说错了，总发的量，工业发的量去年是它300%，这都是你去看那个 CIA 报告里都有的，都是面上数，在美国人看来真的挺吓人的。另外就是产业体系非常完整，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现在看来创新能力还可以，所以中国崛起真的是。哎，这很有意思，全世界否认就中国崛起的人基本上都在中国，是吧？这是中国的公共资格，他天天找中国的毛病啊，他就像苍蝇一样，就找都是这个，他的人生很阴暗，人格很贵，这是苍蝇，这是找的那个。到中国大的问题就是本土
他的五十亿，这是问题，这个问题啊，他不知道国际比较的话，其实中国问题不是很多，知道吧？中国十四亿人，就比如说强奸案，你占比这个800万人口的瑞典少多了，知道吧？要跟一个人口比较，中国的犯罪率比较低的，那个。中国呢，可能是这样，你要知道问题呢，太有名了，因为它毕竟多嘛，十四亿人，而且发展特别有均衡。发展中间就是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是前现代的，是吧？还有打老婆的地方，是吧？北京地方，北上广都是老婆打的老婆。那我们真的有地方打老婆，啥样的原因都有，是吧？瞧不起女孩吧？我们有些地方还有问题啊，那可能就少了，它应该还是有的，后现代也有。从今天啊，才也都有了。中国很奇怪，国家首先多，人口结构变矮，就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它都有，而且因为发展特别快啊，所以它的矛盾就特别多。所以很多年前呢，就是美国驻华记者叫江看，中文叫周看，那个是原来美国探杂志驻京记者，他就有一个名言，他说中国啊。是统计学家的噩梦，新闻记者的天堂。为什么呢？中国的数字啊，永远是对不上的。啊，上帝看着要哭啊！我看那但是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就问题太多了。你现在新闻记者找问题啊，那个会这是个基本上中国要说找问题呢，也挺多的啊。但是其实呢，客观讲，跟那个人均一平均它不是这样，是吧？那个。然后总体来讲，一点支持啊，好，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虽然我们国家的工资说中国确实是假的，但是美国的战略家真的未必是真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发展跟他是不一样的。他期待我们向他那个模式发展，但是呢，中国现在在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的道路，强调四个自信啊。所以，那就美国这边呢，正在走向一个右倾。就是它的 populism nationalism 就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起来了，是吧？它往右转，我们这边已经往左转，是吧？它体会一下是不是有点问题？外交是不是内政的延续？可是我们两国的内政是反向的，是吧？这个内政就是河流是反向的，你船上两个人想拉，我们两条船走了两个反向的河流，上面船都想拉不住，是不是这个情况？哎，这是中美关系变差的大背景啊！我们确实。让美国感到威胁了，然后呢，更关键就是我们国内的政治走向跟他的政治走向是反向的，是吧？另外呢，就是美国啊，他现在变得不自信了，这是美方的原因。原来有个很自信的国家，但现在美国内部问题不自信了。我归纳现在美国是五大问题啊，叫上下左右黑白，还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还有呢，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什么叫上下呢？就是精英层呢、啊、看不起民众。不关心民众，民众呢现在反感精英层，是上下矛盾。这个传统教会出去叫阶级矛盾，是吧？第二呢就是左右，就是现在两党啊，左右两党，民主共和党越来越极端了。第三就是这种黑白就是种族矛盾要起来了。第四呢就是虚拟经济这一块跟现实经济这一块多的可怕。第五呢就是东西海岸两侧的人啊，搞贸易的人很国际主义的，哎，但是他的中立。这种纯白人地区啊，保守本土主义的，这两代打得很厉害。美国3亿多人吧，美国有70%的人是没有护照的，这是什么概念？知道吗？从来没有出国，没有护照他们出国的，他们觉得美国好。就别看美国那个人很多，但真正有国际视野往上就是1亿，这2亿人不出去的。其实咱们中国也多。是最屌的东西，中国十四亿人有10亿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是不是？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吧？另外呢，咱们现在十四亿人呢、啊，有6亿人家里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这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当然反过来讲，对商家来讲，这可能是机会，对不对？这航空公司讲，咱们11亿人，这不得忽悠的做一次吧？那是帮大生意啊。那10亿人做一次在大底下的，他那个他到底能干多少啊？那现在他们真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那个。反正两国啊，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真正很活跃、很国际化
OK， 这就是美国内部的情况啊。让矛盾上下左右未来虚拟实体全球主义分布图。那美国矛盾的尖锐现在跟那个越战的时候相比较好一些，不是很剧烈，但是它的难性很高，因为事情特别多，很大，所以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美国现在啊焦虑、不自信了，焦虑不自信呢，他就对别人就发脾气，对不对？就是老虎里的人一定他心情不好，是不是？和颜悦色啊，讲话很有逻辑啊，但是这个人不自信。上来就唬人，得罪骂回，这人一定是心情不好，也很不自信，对吧？现在美国历史呢，就乱开花。好，中国崛起了，然后中国的内部政治发展跟它的发展不一样，加上还有不自信，导致一个结果，这是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它就是美国不接受中国崛起，他把中国崛起当做挑战而不是机遇。那个，现在美国是两个层面，我觉得一个感情，一个是战略啊，感情上。还有三个角度不接受中国崛起，一就是中国。他说你们这个黄种人、有色人种啊，不是我们高贵的白人，你怎么能崛起？对不对？那个这个话呢，以前我们论坛都否认了，我们没有种族主义，我没有这个想法。哎，但最近露馅了，是不是4月29号，美国那个国务院啊，政治研究室主任叫 Kiran Skinner， 那个。是个女性啊，是非洲裔女性，黑人女性，但是在阿富汗被入住。这个人心里就是黑皮白心，他完全认同白人。然后在4月29号，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安全论坛，公开的讲，他说中国崛起对美国是巨大挑战，因为是第一个非白人国家的崛起，难卡头衔，非白人国家。哇，弄得现在美国人很多人在骂。首先就有讽刺，黑乎乎的你，真不把当外人。然后呢，他们这个话效果不好，因为你自己说啊，我讨厌中国，因为他的黄皮肤。那你想想，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什么兄弟，什么伪军呐、啊，这种事儿，他可以想的，不能说的。他这女士给说出来，弄得国内美国人很火大，而且美国国内呢是移民国家，他里面那个黄种人也挺多，他会把那容易冲突引到国内来，你说这个傻帽子，照顾跟让你进来啊，我以为你真聪明啊，做事儿，至于吗？这很健康，就是社会保障。现在美国国家还在烧火，想要看它影响它的宗教啊，但是代价很大。还有呢，就是宗教，美国你们去过会知道，美国属于西方国家当中宗教感情很重的国家。美国人呢，给教堂的捐款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均捐款，所以他宗教感情很重。然后美国这一200年混得也很顺啊，所以美国有强烈的这种很特殊的感觉。他说我是真的。人们说啊，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我是三天之神 ，City on Hill， 然后我是人类的灯塔。啊，中国人呢，他说你们知道异教，对不对？中国人，我们家上帝都不认识你，你凭什么崛起？根本不科学。他很困惑。但是中国跟韩国不一样，韩国呢，其实原来是五教全部在中国，基督教在靠。中国这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对不对？你基本上我还有玉皇大帝呢。然后在4月29号，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安全论坛，公开的讲，他说中国崛起对美国是巨大挑战，因为是第一个非白人国家的崛起，难卡头衔，非白人国家。哇，弄得现在美国人很多人在骂。首先就有讽刺，黑乎乎的你，真不把南方人。然后呢，他们这个话效果不好，因为你自己说啊，我讨厌中国，因为他的黄皮肤。那你想想，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什么兄弟，什么伪军呐、啊，这种事儿，他可以想的，不能说的。
他这女士给说出来了，弄得国内也不是很火大，而且美国国内呢是移民国家，他里面那个黄种人也挺多的，他会把那个东西中国引到国内来，你说他是个傻帽子，是少部分让你进了他，我以为你真聪明，做事儿，是因为那个。这很基本上就是下药情况下，现在美国国内还在消毒消毒产品方面影响还在很高啊，但是代价也在大。还有呢就是宗教，美国你们去过会知道，美国属于西方国家当中宗教感情很重的国家，美国人呢给教皇的捐款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均捐款，所以他宗教感情很重，然后美国这一两百年混得也很顺啊，所以美国有强烈的这种很特殊的感觉，他说我是真的，哎，人们说啊，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我是三天之神 ，City on Hill， 哎，然后我是人类的灯塔。啊，中国人呢，他说你们知道异教，对不对？中国人，我们家上帝都不认识你，你凭什么学习？根本不科学。他可恐怖了。而且中国跟韩国不一样，韩国呢，其实原来是五样文学。要那里靠，中国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对不对？你基本上我还有玉皇大帝呢，中国人在本质上都是世俗化的，这是跟其他人类不一样，就是那个我们不能拜的每一个神呐、啊，都是有用的，然后你高考完拜玉帝，是吧？不想发财财神啊，然后想要儿子拜观音。就是每一个人教，其实是个教育，是吧？那种花点钱给你点香，你得帮我啊！你要没用，我说你是不灵的。所以中国的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对不对？西方人说我活着是为了我的神，他是大神，管我的一切啊，生死都在他手下。就是这一点上，我确实。所以他在宗教上就不信任，是吧？还有当然就简单的，就是说意识形态，你中国共产党领导，你要成功啊，那我这个统治价值就成了废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三个角度啊，一个解读，一个宗教，一个意识形态，真的都能接受。另外呢，就是他战略上还有算计，他觉得现在他成我们还有机会，因为他认为现在综合国力啊还是他强，是吧？军事比我们厉害，科技比我们厉害。金融化还是怎么样？话语权、组织力都比我们强。101他就比我们强。第二个呢，他有体系权，因为国际体系他掌握了，然后他的盟友接近60个。哎，美国盟友当然也挺靠谱的，是吧？这是中东土豪啊，如果给他再多武器啊，他也不会用，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是去年还是前年，杀的那个 M1A 坦克，竟然被胡塞武装的入中国的那个。叫什么红箭八被摧毁了，为什么我们是天太了，对不对？红箭装备是红箭十嘛，然后我们一级军线我们在换装红箭十一，那这个红箭是十和十一，应该是可能是当年世界最好的那个反坦克导弹啊。这个从现在的这个就是演习的效果来讲，我们一个连一次发射，对方一个旅都没有。就是一次拿过来，非常正确，那个威力非常大。然后以前的老的文件有七八，我现在全部出动了，也不知道怎么原因就到在手上去了。哎，他就是这样，就是把美国人气死了，因为丢脸了。因为理论上讲啊 ，MEA 是完全可以防御我们那个文件八的，他有很多手段，但是他在亚洲帮杀的人真不会用。他就是我能把它开起来就不错了。OK， 这是基本情况。他说我大哥前面怎么还很多东西不会用啊？那个还有一项土耳其啊，我从哈士奇，我从土耳其，见到人就跟着我，那个没办法就跟着。因为美国也有一些盟友不靠谱，但是呢，毕竟人家60个盟友吧，接近60个，他一半不靠谱，他也有30个靠谱的。咱们中国可怜了，我们就一个盟友啊，对不
就是朝鲜。那很肯定的讲，我绝对不好。这就是带来一个麻烦啊，就是美国啊，不仅一对一打，第二他可以群殴，对不对？对，道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情况。看来，这就是中美关系变化的后面的背景啊。我们中国崛起了，美国也看到，然后呢，中国的发展方向跟他不一样，很失望。然后呢，美国自己心情又不好，教育啊，家里出来多少五毛的，凑在一块儿，然后根本问题来了，就是美国不接受我们崛起，从感情上。战略算计上，那么未来中美关系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未来中美关系的正常情况都是竞争为主，大概以后是七分竞争三分合作。以前中美关系啊，既竞争又合作，但是基本上是五十五十，那未来呢是竞争为主，处理的好是七分竞争三分合作，处理的不好可能是八分竞争两分合作。另外呢，就是由于这个 deep state 就是幕后政府的存在，甚至还有危险走向全面性冷战。局部流散，当然中国政府是不愿意的，所以中国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全面性冷战和局部流散。而且我认为呢，我们可以做到，因为就我的观察，美国民众不想现冷战，美国盟友也不想现冷战，美国的大部分经济体也不想现冷战，所以除了那个少数那个一圈人呢 ，New State 啊，其他人还是不想搞。所以我觉得啊，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大错，全面性冷战可以避免。另外呢，局部的它应该也可以避免，但是就是避免了未来中美关系的常态，就是竞争为主，对吧？正常七分竞争三分，差一点八分竞争两分，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吧。那么怎么办？最后讲一个怎么办吧？怎么办呢？我觉得中国也不要慌，中国呢，总体来讲，只要把家里的事搞好，因为眼里的人呢，居住这么快要办，持之以恒。十字一多的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就是把俄罗斯和东欧都算给欧洲企业，就一个中国就包括俄罗斯两个州，你就是个州，你不是个国，你是个州，知道吧？这个所以块头太大啊。第二呢，就是有中共的领导，一个组织，就是说它的组织能力还是很重要的，没有组织能力，国家是很糟糕的。那中共呢，因为有中共搞，它组织能力很强。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啊，除了开头，除了组织力，最重要的中国工业化，就是我刚才前面介绍的东西，那就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当中排头最大，技术完成，这三大原因就决定了，哎呀，只要自己不犯错，美国什么这是没用的，他们可以淡定啊，所以把家里事搞好最重要。第二个，在国际上广交广结善缘。啊，美国也很好，他说我们别的国家好，我们和周边大国都还可以，然后发展国家很好，这个在国际组织当中口碑也还可以啊，我们就继续做好。然后大国里面呢，除了美国，还有欧洲和俄罗斯啊，继续搞好，就是美国以外广结善缘。所以这是第二招，第一招家里事搞好，第二广结善缘，第三呢，对美国这个方向啊，还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哎，他要整理。那我们呢，尽量想办法斗而不破。这样怎么做呢？我想是这样的：核心利益要该斗还在斗一下，一般利益呢，就稍微让点步。这总体原则是有利有弊有节，目标是斗而不破。他要对你脱钩，我们尽量还是要跟他保持开放。然后原则就是核心问题斗，一般利益能让点，对吧？我觉得三点做好。这个中美关系呢，这个虽然变差了，但是可以做到这个不完全对，这就是很理想的结果。OK， 这个我时间有点超过了，只有七八分钟。那个我们要不就两个问题，那个叫高啊。哎，你好，我是你那个忠实的粉丝，包括你的那个公众号什么的，我都关注的啊。是这样，一个要求是这样，我关注您的公众号，您公众号有一个原来曾经放过一段时间，就您的那个课程，然后就放两集就没放了，就说能不能继续放下去，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啊，这是一个要求，您来衡量。还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很多问题啊，我就简单说，就是第一个就是美国呢，原来希拉里和川普两个人上台。
其实川普上台，我认为是好的，因为他一顿王八拳，现在你上台的话，会比较有策略的，就叫盟友来打，就是说，而且让中国呢，就是用这种道义上来让中国没有这个道义的先机。川普呢，就出来以后就一顿王八拳乱打以后呢，很现在这个工资什么很难带节奏了，包括民主自由，他都把那个皮都撕得粉碎。所以我觉得川普上台对中国是好的啊。那么现在我就问题就是，现在你看，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川普的就是政府呢，他七面都在打，就是比如说伊朗、欧盟，包括自己盟友，他都在斗。那么现在我就说，可不可能说，伊朗又成为就是帮我们中国吸引火力的一个一个靶子，就是美国想打中国对吧？现在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但我看到他现在已经开始调兵到伊朗，有没有可能说伊朗又爆发这个热战争，然后成为这个就是帮我们又争取一段时间的这个战略缓冲期？再一个就是，如果伊朗真的开战，如果哈，那么伊朗在对这个中东石油，因为它在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是不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压力是会很大？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如果金老师能够讲的话，可以讲一下，谢谢。谢谢。那个公众号啊，是那次聊圣母产楼说的。对对对对。那个不是我自己做的。啊。最早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最早是一群粉丝是吧？是八组的。那个后来他们跟我打个招呼，我有了认可。就大概情况就这样，跟我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因为他们自己。做工的话也挺费劲的啊，他们也不赚钱，就是自己那个，就是业余时间自己弄的那个，所以就是澄清一下，就是他不是我自己的工作，但是我朋友，我后来也比较认识他，是很好的，就我认可他，但是不是我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转告，但是他们好像说，他们确实说我跟我有几次讲课吧，很完整的记了，记得他们学校不干，知道吧？我们学校不干。但是你看 B 站上清华北大都有很多的那个课在上面。我不太清楚，反正后来他们说后来又搞一些麻烦。我也从来不问了，那个他就算了，那个可能学校是有点意见。然后至于说伊朗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肯定原则上不希望那里打仗的，你真打你不知道后果。伊朗也是有点能力的，伊朗不是一般的那个他的那个文化素养很好，伊朗的意思就是有武器，是吧？咱们国家意思比较靠谱的啊，4000年左右，因为我们考古啊，很确凿的啊，王国是应该是3600年吧。那么，然后最近中国考古呢，可以把它简单提一点啊，那个就是特别扎实的政治史是，我们3600年，但是呢，就是说文明史，我们现在可以提到5000年。这个现在比较靠谱，因为去年我们国家是不是向世界叫教科文呢，就申报那个梁祝水坝，梁祝发现一个水坝5300年，那个太了不起了，那个水坝那个极其科学，然后呢工程量很大，修那个水坝得动用10万劳动力，而且至少长达5年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梁祝这个地方是我们浙江余姚的地方，当时不是固有是一个王国，可是他无法控制很多劳动力，对不对？那个，那么后来，因为这还是国际考古，不是我们一家是12个国家，所以就是它比较扎实，所以去到我们申报那个教科文的遗产去了。所以就我们的文明史啊，找到5000年了，还是那个就是王国史。很扎实的，就是3600。伊朗还真不一样，伊朗是5000年，很扎实。他那个伊朗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那个历史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的民族，还是要讲阿拉伯人的，他们差远了，是吧？阿拉伯就是在那个公元7世纪才就是有王国，其实以前就是部落嘛，然后有了王国以后才有自己的文字，然后这个文字，然后当然说。这个知识都是其实从波斯那里搞过去的，现在是在阿拉伯。伊朗还是比较特别的，中东虽然贵族中东，但是呢，它应该讲文化底蕴很好啊。然后呢，也挺大，16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8000万，
另外就是他的工程也还不错的，那个，所以我直觉啊，美国不会打他，美国主要是炸。国家，如果他盯不住就投降了，那就我当然全知道，真打不会的。而且现在美国是打的架势，对不对？现在在那个附近就一条马路，还有一条正在打，我还没过去呢，对不对？所以那个就纯军事角度来讲，他现在部署比较怎么样？他91年打那个萨达姆不是6条马路嘛，对不对？而且动用了那个各个那个军事基地。现在他可能就是在卡塔尔的那个基地动了一下，然后就是2条航母。他现在主要是威慑波斯湾，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会打，但是也不排除那个有点摩擦。应该怎么办？有两个国家真希望他打，一个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呢，现在对伊朗害怕，因为逻辑其实跟我前面讲的工业化有关，因为以色列啊现在掌握周边的。有能力也有想法要消灭他的就是伊朗，对吧？有能力的应该是多了去了，对不对？我们俄国啊，都有这个能力。那个，反正我们是对他们挺好的，我们很喜欢他们。那个俄国对他们也挺好，但是伊朗对他们是敌视的，对不对？所以有能力也有意愿打的就是伊朗，因为伊朗有你的供应。这个。所以以色列怕，所以现在敌对性非常强啊！所以以色列老在那里制造话题，就是引诱，哇！你看他又做怪哥，不是需要我们做他的，这个解除他的隐患啊！那个还有就是沙特，因为沙特是逊尼派领袖，他是什叶派领袖，这两派啊，虽然是同宗，都是一个宗教，他那个势不两立啊，他们之间斗得非常血腥啊，还有民族矛盾。波斯阿拉伯人矛盾，然后什叶逊尼矛盾，非常的尖锐。那个，我听那个北大一个那个老师跟我讲，学阿语的，那个他说阿拉伯语有个谚语啊，说你在沙漠上遇到波斯人和毒蛇，一定要先打死波斯人。这几千年了，对，这是这两个家伙，一个沙特，一个以色列，是一个方法。但是我看那个，就整个美国战略精神是不想打，他们会整他，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打。我中国现在原则上也是就反对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后打的肯定是小的。当然，不太讲真打起来啊，当然对中国不好嘛。那真打起来啊，依然就是可能彻底就对西方失望。现在伊朗我也去过啊，有一次有过两次邀请，但因为什么也都没去，我没去过。伊朗呢是这样的，它历史上很亲美的，知道吧？79年这个霍梅尼革命以前，伊朗是非常亲美的。所以伊朗内部啊，现在都是很有强大的抗美势力。伊朗内部有一个民间的那种段子，我说美国佬滚回去，他一定要把我带上。所以他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反美，但是心里挺爱美国的，有一点那种失恋的那种，我那么喜欢你，你不理我，这些美好，有点这种心理。然后，但是如果他彻底失望了，其实伊朗我觉得以后有个选择，就是跟中国合作。我觉得中国是唯一的国家能够帮伊朗彻底中断。伊朗要想称霸中东啊，我觉得他的选择就是工业化。如果他能搞成一个工业强国，加他的规模，他绝对称霸中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真的能搞上工业化去，但是挺多，现在他还有点瞧不起我们。我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最后结果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吵吵闹闹，但是应该是不打的。所以也不至于就引发全面的石油危机，应该不至于。好，谢老师。谢老师您好。前面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个联大英语的老师啊，姓叶，他写了一篇稿子在我们站上发了。他其中就针对您之前提过的3张黄牌，这个稀土、铝、债以及中国市场，他写在稿子里面说，他说作为国内有需要感把稀土干操作性的技术，他说在美国可以轻松的找出30多张的黄牌。我觉得不想对他说怎么反驳。
张网上去了。三十张，但是他实际存在的意见就是说，真正这我这个三张无效，然后他提了五张网上去了。啊，你看过了？哎，就是改，什么改革开放啊什么的。哦，对，就是。哎，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啊，一家之言嘛，我尊重他。但是总体来讲没什么用。为什么呢？就人家已经打上门了，知道吧？已经打上门了。从我的办法就是说，你挖地，因为这强盗已经上门了，挖你手上有什么干？我拿个扫帚就上了，你先把他打走再说啊。他是这样的，他说你这个条主肯定是打不赢他，是吧？他说你这个，其实我也知道。那个，然后呢，他说你现在应该啊要修会功。对吧？也得从小学读起。这是中国话呀，是的，这是诸葛亮骂的那个“下笔万言啊，胸中十五一策”，对不对？这个火烧他一火已经起来了，然后他告诉他说：“我们从小要搞消防教育。”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讲的五点理由完全同意啊，但是跟我们眼前的贸易战没关系，知道吧？就是现在美国真是已经达到那个前线了，你现在管你怎么怎么用石头啊放火啊，我们现在的动手再说，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就是告诉我们，他讲的都是很长期的道理，对不对？这道理都没错啊，但是在现在来讲呀没有用，对不对？来了我们先把火灭了再说啊。对，他来火的时候他怎么有跟他们讲说我们一定要从小啊开始搞消防教育，这就很可笑的。这个是这个应该属于有点不接地气，我觉得他心是好的，但是就是属于我觉得有点就是典型的那个孔乙己什么傻子生意。这个人多了对世界不好，因为就是他跟那个正常人就不太一样了。正常人就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哎，我先灭火再说啊，对不对？然后他不告诉你灭火，他是更不会冲的，他在跟我讲，这说明啊从小就没有消防教育，他说对不对呀？是对，但是跟这个事情 irrelevant， 跟这个事情没关系，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大伙儿，谢谢。
那个，然后就是他就把报废的游船往那个波尔蒙海的最下面地方去沉下来了。那个他有点手段，那个所以呢，我觉得美国人打他也不是那么轻松。他真要打的话，比以前打杀的比较危险。但我还是认为，就是说他不会打，因为他整个国家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至于去打。所以第一呢，我认为就是不会打，他就是什么吓唬啊，那个打嘴炮会不会打，那个真炮不会打。然后呢，那个，然后如果万一真打，当然这个就会局势很乱，对吧？然后我们是有进口，也会受影响。然后俄罗斯，我觉得是有限帮忙，不会全面帮忙。进入下一个，然后必须结束了，因为下面有赶飞机了。